好不好？一起出来玩吧！欢迎来到老谢的生活日常。是的，我们又在宜兰了。那这次不一样的是，我们是这样啊，大组换小组。对的。哦，我们现在大枝干换小枝干。对，我们现在来到的是宜兰的溪水钓虾场。这地方你来过吗？没有。好眼熟。钓虾场没有，钓虾场经过。哦。没来过。经过，因为我们有去过溪水海钓场，但是没有钓过溪水钓虾场，所以今天特别来钓一下溪水钓虾场。然后，但是他今天这个综合池跟公家池就差几把口，再笨也要钓公虾，好不好？还是迫不及待去看价。所以你说那边钓综合差150啦，两小时差100块，两小时差100，那我们就钓个两小。试验体验看看，好不好？我们钓个两小体验一下。两小时多少钱？两小时750。两小时750，哎，那还行啊。体验一下，好不好？安君，还吃得下吗？大公不要 Q。你炸得下吗？你炸就可以了。好，你烤就可以，你烤就可以。行。老谢的生活日常。宜兰地区才能用的饵料，什么饵料？宜兰地区才能用虫饵。真的假的？拿着手机能不要不进？真的假的？爸，爸，这个家长对。海克恩赐你的虫。好。谢恩赐。五分，第一次看到五分钟就换饵了。长条形的就好了，不会整个包覆钩子哦。哦，长条形哦。按照露出一点钩子哦。这是一位观众朋友秘密客提供的即兴，不是给不啦。烂了。辣，你大家的辣。
三小啊，那个凹还想夹还夹不到你，你太大了。不是，这凹真是太大了。对，重点是这是机芯掉包了。这个好，一只而已。别再给我掉了。又是这个大，大只。这就比较一般的大叔，对，可以叫这个。为什么我要学那么久？为什么你一定要学？我们换格言，网格线。我学超久。下课，正式。海虫厉害。这不用看了。来。对，这不用看你就屌那个啦，这是我的。你那么一只，你那么一只，我跟你讲，赢就是赢啊，赢就是赢。来，先看少的啦。这边虾子真的是有大只。我一二三四五六，六只，看六只多重。哎呀，差一两哎。没啊，扣网子大概五两啦，网子大概五两，十两。结果看，我觉得应该有三斤哦。没有我以为有最近呢，两斤半了。对啊，两斤半了。对啊，可以。没有啊。好了，屌妹。哎，你赢我两斤呢。也是正常。海克才是真正在跟自己比赛的男人。是，来几次？好木子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该说些什么？你很愉悦啊，为什么你不讲？我很沉重啊。你愉悦什么？愉悦表情表现得出来最好。但是实力上的选手。
前几集是你的运气的选择，运气啊，运气，我没完全没有实力，对不对？可以。然后你钓鱼，你可能比较厉害一点。好了，今天来到溪水钓虾场，我一整个被台客车过去，两斤半嘛。我都快搞了，我头拉骨搞了，跟你讲，没有在跟你五四三的啦，师傅。你一次你这么唱曲，有没有看到？成效哎、欸。你钓两斤半吗？两斤半啦、啊。几只？二十二。嗯。我钓六只。嘿嘿。半斤。真的惨。今天来到溪水钓虾场，我讲这里的好处是，因为它的海钓场跟钓虾场是在一起旁边，所以像如果你跟朋友来，哦，你在海钓场那边屌虐你朋友，你朋友要申诉的话，可以转过来钓虾场，像我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欸、我真的没有想到我会输那么输那么惨哦！你以为哦、啊、前几天再来哦，怎样又怎样，一只在那边给我大小时两一整个晚上，比你三倍啊！嗯，我直接不跟你五四三的啦。可是我还是赢啊！好了，还是赢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唱秋一个晚上。好了，这个地方不错，因为那个海钓场跟钓虾场就连在一起。那有兴趣的朋友其实可以来试一下。那你钓虾如果拉的手劲不够爽，想要拉鱼，走路十秒钟，旁边就是钓海钓场。没有，你要先跪在开单。好废话。台北来的可以要知道可以带那个比较新的东西。什么东西？鱼场啊那些不能带。哦，这边都依然依然的依然大家都知道。大家都知道。台北不能用的虫啊、虫饵啊、蛋饵啊，这边都可以用。基本上在宜兰，大家能够用什么，应该台北来的应该都知道。都知道啦。对，在台北不能用的，这边通通都能用，对不对？然后除了粉饵大家都禁之外，其他都一样，因为粉饵会污染水质，好不好？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这边走一走，看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们下期见喽，拜拜。我今天的生活，或许就是你明天的日常。这么惨啊！都给你掉就好了。